医疗。娱乐新天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Vanessa 吴建豪。有色先生内搭白 T 恤，干净清爽，下面搭了一条像被泼了墨汁的裤子，这一般人还真不敢穿呢。在时尚方面，紧随潮流，回归演员本业上，吴建豪也不愿意重复自己，渴望突破和挑战。曾经的偶像剧小生，摇身变成了古装剧里的腹黑王爷。将令在此，谁敢？杀！我在演戏这方面，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角色有挑战性，我就会想要去挑战一下，因为这样子才好玩嘛。要不然每次拍一样的故事、一样的角色，就会越来越无聊。对，所以有机会可以拍更多不一样的、疯狂一点的角色，就来吧。在演戏上找准了新方向后，吴建豪求精不求多。2017年，吴建豪回归都市题材，和张柏芝一起出演了电视剧《如果爱》，讲述一段成年人寻找真爱、找寻自我的故事。寻找真爱的一个男生，失去了爱，然后在这个悲哀中寻找，就是希望观众可以看到的时候是另一种，